清脆的歌乐山，浩荡的嘉陵江，我们的学校，我们的学校。那么在学习生活中呢，我喜欢学校里面的绿化，它们总是能够给我新鲜的氧气，让我能够在知识里面自由的遨游。我最喜欢巴中的老师，因为老师呢教给我做人的道理，教给我学习的知识，所以呢我感恩老师，也希望老师能够身体健康。